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丁丁。今天我试一下他们这个当菲律宾当地的方便面。来，先拿个两袋，这个是十皮索。我要问一下，哎，这个土豆都是。Two noodles, yes. Two eggs. Yes. 再拿两个鸡蛋。我现在给他钱。两个鸡蛋。当地泡面的话是这样子的哈，再看清楚了，是他们当地人的最爱。他们吃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吃这个面一样。现在呢里面在煮蛋啊，等一下把这面打开直接放进去，面已经放进去了。我拆开以后呢，它里面有两个底料，这个是等一下倒到碗里时候搅着吃。现在已经熟了，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。现在的话再给它加料，现在我们加入这个料，把这个料倒进去，现在把它搅拌一下。好，煎的话面就出来了。他们中国把他们菲律宾的泡面就这样的，其实吃起来还可以，有在菲律宾当地的可以自己买去吃一下，也不是很难吃，价格的话在十皮索，相当于1块多人民币吧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